Can we break it down for the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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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l Tycoon.有一天，汉森特慕名而来到一家餐厅用餐，听闻那间餐厅很受欢迎，每次都座无虚席，所以他前来朝圣，打算享用美食。一到达这家餐厅，汉森特觉得里里外外全都透出一种不简单的气息，便立马找个位置准备点餐。Excuse me， 我要一碗大肉燥，不要加辣。好的，先生，一碗大肉燥不加辣，马上为您服务。汉森特点完餐，在等餐的期间，不经意听见其他桌的客人点单时，点了一道菜单上没有的餐点——大白干。那个服务生，麻烦过来一下哦，我要点餐啦。好的，先生，请问您要点什么呢？靠近一点啊，是你们店里面的常客啊。我来这里，你应该知道我要点什么吧？好的，先生，您是请那个吗？哎呀，有黑呀，大白干的，知道了吗？去帮我准备，那你低调一点点，然后你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就帮你送过来。要记得哦，低调一点点。奇怪，我的菜单上面怎么没有大白干这个东西啊？难道是常客才知道的隐藏版美食吗？那也太酷了吧！真想看看他们说的大白干到底是什么。汉森特便一直注视着那位服务生，但没想到服务生竟然在大白干里面加了一包白白粉末状的东西。先生，这是您点的大白干，赶快享用，以免被看见。哎呀，真的是谢谢你，这么好东西，一定会好好品尝的。好奇怪。大白干里加那个小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看起来很不寻常，我是不是也要点一碗吃吃看到底是什么？还是只是一般的太白粉？唉，算了，别管那么多，餐点好久了，先出去打个电话给朋友聊聊好了。汉森特觉得非常好奇，但当下也没有想什么，就出去打电话给朋友了。殊不知，这时候柜台内的服务生已经迎上他了。这时候，汉森特一个酒后，所以走出餐厅，想打个电话给朋友聊聊。先生，你的餐点很干，你这里拿什么吃大白菜？自己讲。我知道啊，你们坐的有点久，所以我出来打个电话给你。你这是什么？打给你餐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卖的？有啦，我是要打给我的老朋友请餐来请去的。啊，原来你们卖的大白菜是毒品哦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常客才有的隐藏美食嘞，而且它看起来真像是太白粉。那我现在知道你们在卖毒品，好不好意思哦，你们不要过来哦。汉森特迅速地拿起手机拨打了110。搞什么飞机啊？说地板，给我打！服务生拍到汉森特手机的这个动作，加上我的双手。什么？警察进来了，那我得赶快把他抓了。警察大人，你们在卖毒啊？警察不是都会抓贩毒的吗？快点处理他们，他们往那边跑了。等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哪呢？这包毒品怎么会在我这？刚刚明明就在。
在那个死服务生手上，怎么变成在我口袋里？不好意思哦，在这边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要把你当现行犯抓起来。搞什么毛啊，我去玩玩的，那群服务生才是真正贩毒的人。警察不明就里，不用清楚我们去犯请不要开枪。警察最后一反靠拢派森乐，之后他被遗弃了。入狱之后，派森乐伤心地回想这一切，他只觉得他的人生全部被打乱，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公不义，怎么好人总是被欺负？每天在监狱里总是陷入愤怒与伤心中，每天都无处安放的他只好靠跳舞来解闷。每天在监狱里跳舞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了。我怎么这么可怜？明明是在帮助社会大众解决毒品问题，却被冤枉入狱。难道我就要在这牢里蹉跎我的青春了吗？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啊？不行，这样不是办法。来跳跳舞，冷静下来。这时，监狱里的清洁人员欧弗打扫时遇见了派森乐，很多次经过他的牢房都看见他在跳舞，所以我对派森乐的印象非常深刻。直到有一天，欧弗再次经过他的牢房时，终于忍不住向他搭话。帅啊！我是你大弟，我哦，你够厉害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要拯救你？你跟我学舞的地方一样哎！什么？你也会跳舞？那你是给小弟老师上课吗？激发学生想跳舞的心，每次我都非常迷到哎。是啊，但是后来我因为工作上的问题，就没再继续上课了。啊，好可惜哦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没有印象在 ESFO 舞蹈厉害舞蹈教室看过你啊？可能是，下班季节都来了，我要先走喽。两个人越聊越熟之后，感情也越来越好。短短那几分钟的打扫时间不够用，因为会有别的清洁工来交班，所以他们格外珍惜能够和彼此聊心事的时间。直到某天，欧弗终于问起为什么派森乐会入狱，为什么会在牢房里跳舞。派森乐讲述里面来龙去脉，表明是个冤枉入狱的。嗨，我又来喽！太好了，跟你聊天很开心的。上次还没解释为什么。可能是我入住的时间刚好是你加入的时间，所以才没遇到喽。哦，好像真的是这样。真可惜没有遇见你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跳舞。改天放风的时候可以来切磋一下啊。哎，不错哎，那我们约好了。当然。但话说，你这么喜欢跳舞，应该不会做什么坏事吧？为什么你会坐牢啊？唉，说到这个我就很烦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天哪，你怎么这么可怜？啊，下一班清洁工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记得我们约好切磋哦。好啊，不见不散哦。对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终于到了放风的时候，囚犯在这个时候就很闷，关在牢房里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能够在户外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派森乐和欧弗在放风的时候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聊天。咦，那不就是上次约好要切磋切磋的女孩吗？嗨，不是要你打字啊？阿嫂，啊不是啊，阿姨，我认唔到啊，还是？是啊。派森乐于是逃走，回去
到前面蹲着一个女子，就紧张地走到那位女子的后面，点了她的肩膀。对啊，说好的结束嘞。没想到你还记得啊，那我们就过两招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那我就先来喽。被我发现了，不能让你逃走。我们已经死了，你叫我留下来，这个
么好逛的吗？可恶，害我愿望入狱的死不下，你死定了！我今天绝对不会让你跑掉，轮到你去坐牢了。你以为我会自己一人来逛你吗？呵呵，小弟们全过啊，快打我！哼，我也不是单独一人，我还有一个愿意帮助我的女孩。啊啊，就不用你们来打我了。你敢小看女人，当派送任务入狱的坏蛋，我要打趴你！小弟们，给我上！少极多打败剩下的小弟之后，派森勒和欧福离开了现场，而被打趴在地的毒枭被赶来支援的警察全部逮捕归案。派森勒觉得非常的困惑，区区一个小女子怎么能够这么厉害，身手矫健到连对方一次五个人都打不过他。哈哈，一群坏蛋，女人可是不好惹的，他们活该坐牢啦。欧福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为什么你一出手，敌人都瞬间被打趴在地？而且你的攻击好迅速哦！你是有在偷偷练武功吗？是，你其实是有另一种身份的。那个，好吧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。其实我是一名间谍，我隶属的警察单位正在调查这个贩毒集团，但是这个贩毒集团十分狡猾，每次都让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来逮捕他们，所以我就伪装成清洁工，在牢里暗中调查跟这个集团接触过的所有人，想要打得到有力的证据。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你，而你说出了自己被冤枉的遭遇，刚好跟这个贩毒集团有关，我就想借由这次的机会和你一起合作，一方面帮你复仇，一方面将这个集团一网打尽。抱歉，派森勒，现在才让你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我必须先完成我的任务。原来你是因为这样才愿意帮我逃狱，然后和我一起复仇的，那你真是不简单，看你不太激壮，可是却是武功高强的间谍。现在我成功复仇了，我该跟你说声谢谢。不客气啦，跟你从讨论计划到现在已经成功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我也要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你现在不用担心你逃狱的事情，我会和我所属的警察单位报告你是这个贩毒集团的受害者，而且你帮助我们成功逮捕他们，你会安然无恙的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哦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又重获了自由。不会啦。以后要小心一点哦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好的，我会多注意，你也要小心哦，拜拜。正当风波过了之后，派森勒和欧福便开始过着各自的生活，没有像之前一样天天都会见到面，只剩下欧福。但是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，虽然在监狱里没办法为所欲为，但是每天却能跟欧福聊天谈心，原来我对他不仅仅是感激，还增添了一份喜欢的感觉。少了他的日子真的好无趣，好像开始想念他了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他表明我的心意，我要向欧福告白。
渐渐慢慢地注意到欧福。咦，这个女生是谁啊？以前都没看过哎。她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怎么她的身边有小花的绽放啊？该不会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？这位男孩决定走向前和欧福搭话。嗨，这位美丽的女孩，怎么以前都没看过你啊？你是新来的吗？我才不是新来的呢，我在这里练舞的时间还比你久呢。别以为你跳得帅就可以随便搭讪女生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太辛苦了。对了，既然你练得比较久，可以跟你请教几个动作吗？还有，教授阿甘，请多指教喽。这态度还比较好。当然可以啊，但两人因为这样教学相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。但欧福本来就欣赏会跳舞的人，所以他其实对阿甘没兴趣，只是纯欣赏。他一直觉得他心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。另一方面，日子过了很久，派森勒终于决定鼓起勇气约欧福出来表达他的心意。鼓起勇气的派森勒既害羞又紧张地拿出手机，准备打给欧福，想要约他出来。喂，欧福，自从毒枭事件之后，我们都能像以往一样开心的聊天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约个地方叙叙旧，好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约在上次歌剧院附近的那个广场见面，好吗？好呀，那到时候见喽。电话结束后，欧福突然想起那天已经跟阿甘有约了。啊，糟糕！我忘记我已经跟阿甘约好了耶，怎么办才好啊？算了，就三人行吧。重要性，看自己到底有多喜欢他的人很多。
不想要轻易放弃，所以决定鼓起勇气和欧福告白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搞不好我真的会从一个正宫变成……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总之，我一定要向欧福表明我的心意。Can we break it down for the shit that we be doing and they doing in the flow? I'm a real tycoon.